新逢佛诞节，生命电视各地讲堂、中心、书房等道场，邀您一起来遇佛礼赞。遇佛功德经云：以清净发心遇佛，赞佛，可成就十五种殊胜功德。一、常有惭愧；二、发净醒心；三、其心直直；四、亲近善友；五、入无漏会；六、常见诸佛；七、恒持正法；八、能如说行；九、随意当身净佛国土；十、若生人中，大信尊贵，人所敬奉，生欢喜心；十一，身在人中，自然念佛；十二，诸魔君众，不能损恼；十三，能于末世护持正法；十四，十方诸佛之所加护；十五，速得成就五分法身。